北前市程序员。前面那个绿色的山头指的是富士山。我那个鲤鱼好大一条。出水神社。这个大概就是西川家是七代啊，他们怎么样把这一个地方呢给恢复起来？所以第一个碑叫光复。前面这个是富士山。川藤孝公之像，这是圣公创立这所在了。以川中立公之像，这个是大概的是因为表演能剧的所在，而且土台。这是日本加油。
这什么意思？